Thank you 嚇。最出零一個阿哥好似。冇車。零一咁高，擺你知邊？呢個邊度？啊，民建聯擺高啲，唔係，sorry， 唔好意思，因為我矮嘅，零一嗰個遮住咗個面，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OK， 好。啊，好，首先歡迎啊各位傳媒出席。咁咧就啊，我哋今日咧就聯同咧就一班咧，即係啊。這個懷疑買了一些金融產品而受到詐騙的苦主，咁咧就同大家各位傳媒見下面。點解咧？就因為咧就事源咧就係呢個有好多香港市民咁啊，透過一些中間人咁咧而同一個某一個集團咧就買了啲產品，咁啊而嗰個集團咧亦都聲稱會有一定嘅回報。回報金額就不太一樣，大家都唔係一樣嘅。咁啊，但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發現咧完全就唔對眼。咁啊，因此咧，佢哋咧就係就已經同證監兩年前咧作咗個投訴噶啦。咁而證監收到投訴之後咧，亦都有一定嘅行動，就係通知咧就係呢一間公司不能繼續喺網上或作任何宣傳。另外咧，佢哋亦都咧就係證監咧，亦都係喺法庭申請咗法令嘅，咁咧就禁止呢間公司咧再進行買賣㗎。而我哋據我哋所知咧，根本呢間公司咧係一個係冇牌去經營呢種生意嘅人。咁啊，因此，所以我今日咧就聯同咁多位咧，因為咁多位苦主咧，佢哋咧一路嚟講咧，佢哋喺呢過去呢兩年裏邊咧，咁咧就一路一方面咧，佢哋追緊原先呢一位呢個投資集團嘅香港嘅負責人啦。咁而同時咧，佢哋亦都不斷咧希望咧證監能夠早啲係了解情況，或者係究竟情況點樣。佢哋因為覺得咧香港係一個金融中心，而唔應該可以出現一啲咁嘅類似嘅詐騙案件，而亦都因為咧，佢哋亦都接觸係由人與人之間嘅接觸之下咧，佢哋發現咧就係有關受騙者，咁佢哋而家能夠接觸到嘅超過100人噶啦，咁咧而佢哋發覺咧就尚未能接觸，可能嗰度亦都有幾百人喺外邊 ，at least 最低限度嘅，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主要係都係我哋香港市民嚟噶，咁而另外咧據佢哋所知，而受騙嘅金額咧。由細到大，甚至數以億計嘅都有嚇，所以總數可能都幾龐大，所以佢哋亦都一路大家係跟進緊事，亦都希望能夠釐清楚究竟咩問題，而亦都希望咧睇下自己所投資嘅嘢有冇機會能夠係通過嚇我哋香港嘅司法機關能夠追回部分。咁而一路到而家嚟講咧，就係證監又好嚇。咁都未有一個消息，具體嘅消息俾佢哋，所以咧到到呢一步咧，佢哋認為有嗰個必要咧，就係呢個去報警，因為佢哋都唔想咧有更多嘅香港人會受騙。咁而直到咧近期咧，其實咧佢哋於是睇到咧，就係原來同類事件已經陸續喺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韓國等地發生。咁而當地的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的主腦人物，都很多都已經是拘捕了，而反而香港呢目前來說呢就是這個未有進一步行動，就所以呢他們呢就會是盡快即會去報警了。而我呢也都跟保安局這個說了，我話咧，叫佢哋一定要高度關注，特別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我哋絕對唔可以容許一啲非法喺度進行金融活動嚇，而甚至係欺騙香港市民嘅投資集團喺香港度任意妄為，甚至係呃咗咁多錢，依然係逍遙法外嚇。咁所以因此咧，我哋會係
盡快陪同有關苦主咧去報警嘅。嗱，咁我今日咧除咗我出席之外咧，我身邊有劉國勳議員啦，咁咧而亦都有楊子希議員啦，楊子希議員係由尖旺嘅區議員嚟噶。咁另外我就身邊咧就係所有呢啲咧就都係我之前見過一啲朋友。原本咧就佢哋話令我要問要幾多個苦主出席，使唔使一話佢接觸100個都嚟齊，我話唔使啦。你哋揾十幾個朋友就出席啦，咁咧就我亦就所以咧就係今日咧就係主要咧就係佢哋一啲代表講講嘅情況，希望咧通過傳媒俾廣大香港市民知道，唔可以再受騙嘅嚇。有冇補充？或者陣你再補充講住啦嚇。好嗱，我而家或者係請阿劉小姐你講講好嘛？你嘅情況。今日咧我哋開記者招待會咧係有一個目的嘅。就係將本地老千緝拿歸案同埋進行起訴。據我哋資料報導咧，新加坡、台灣、韓國等地方已經將當地嘅老千緝拿歸案並進行起訴啊。但係咧，我哋停一停啊！我想話咧，嗱，一陣間咧啲新聞報導咧就全部咧我哋都影印嘅，唔同嘅地方大家可以索取。OK， 咁你了解人到底發生咩事？繼續。但我哋香港咧暫時嘅未有呢個行動，咁我哋班苦主咧就懷疑本地老千引入海外騙局，涉及港人咧大約人數咧就係2000多人，涉及嘅港幣嘅金額咧，港幣嘅金額係10億大約。如果講全球咧，我哋咧涉及嘅人數有90000多。至於金額涉及29億美金，所以這個數字是很龐大的，所以我們不能夠不講給大家聽。其實我們這班苦主忍了3年，今天一定要站出來跟廣大的市民要交代，因為我們有很多專業人士，甚至娛樂界的明星，甚至是一些退休人士，他們拿了很多他自己的血汗錢出來。那這間公司呢當日呢跟我們說呢，就將我們的錢做些什麼的項目呢，就是外匯、黃金、金礦、沉香樹、香蕉園、酒店項目等等。那酒店呢我自己親身就去過，就是雲頂的。那他們還借用呢很有名氣的中外專業人士的名稱作為顧問，而去令到呢我們更加對他們有信心。據資料所知呢，2015年大約6月台灣已經出了事了這間公司，但是呢這間公司呢是完全沒有人出來跟我們商討，亦都沒有人跟我們交代，而且呢他的合約精神呢是寫著保本，但是我們到現在都找不到我們的本金在哪裡。出了事之後呢，最可怕的是什麼呢？有人不斷叫我們加錢，我們俗稱叫加碼，再入這間公司。跟著我們就大家都覺得很緊張、要入了、就不斷入。我想那裡真的金額都很大，所以呢後來這件事出了事之後呢，他交代不到，亦都沒有給現金我們，還要強迫我們將我們的資金轉去他說將會在2016年2月上市的股票，我們又信多他一次。後來呢這間公司呢遊說我們全班苦主轉去一間所指定的信託公司，是香港註冊的信託公司。當時開會費咧，開户費咧係每一個人係500美金，500元美金，大約港幣3900蚊，係每一個人。咁佢哋咧就話愛嚟處理我哋將來上市嘅股票，存落呢間信託公司度。咁呢間信託公司仲應承我哋咧，因為我哋係信託公司，好安全嘅，你哋擺落嚟就得噶啦。直至到而家2018年。我們所有東西都未見到，
他們亦都有答應我們2016年2月就會上市，我們呢基本上有相片啦，有錄音啦，有合約啦，有很多人的證據在我們手上的。好了，期間呢他們不斷拖延我們，那我們覺得呢他將我們的資產原本放在這間信託公司裡面，不知道為什麼這間公司呢的人將我們的資產慢慢轉移或者懷疑偷曬，這間信託公司沒有好好去管待我們的資產，但是他當時答應我們是安全的，那我們當然是 信託公司啦，說明信託嘛，但是現在信託但是託了我們的東西去了哪裡我都不知道。後來呢我們這班苦主呢就想想想想都是報警了，咁但是期間呢馬來西亞有人跟我們一個會員說，喂你們不要報警住，我們先見了啦，有事就談咯。我就問了所有會員好不好啊，他們說好啊，就見下他咯。跟著他約我們2017年10月17日在澳門見面，但當時我們班苦主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要在澳門不在香港呢？因為那班是馬來西亞的人。好了，去到澳門呢，我們的而且確見到三位的馬來西亞，應該是那間公司的職員或者是人士，我不知道，一個叫 A 先生，一個叫 T 先生，和一個叫 R 先生。那我們就說了，喂，現在我們呢這麼久了，那些資產去了哪裡啊？那他就說，嗱，我們呢現在這間公司呢還有一塊地，什麼地？在馬來西亞的，我們可以將這塊地賣了之後就賠償給你們，就算賠不到本金都賠一點給你們啦。那他就說要我們給他三個月時間，當日是10月17日，請問2017年到現在是多少個月呢？我們都已經忍讓了很久，跟著我們的會員說覺得不是很妥了，我們需要 去報警了。那呢所有承諾啊，所有合約啊，所有信託啊，全部都是假的。那我們呢現在手頭上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呢，懷疑其這間公司其中有兩位老闆，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在香港註冊開了一間信託公司，主要是幫大陸將資金轉移到海外的，我們已經知道有他的資料的。還有呢他們開了一些叫做某個老闆開了一些叫 training course， 我不知道是什麼，學教人東西，甚至叫自己做老師，甚至開一些按摩室，所謂養生館，我們都有他的資料。所以我在這裡準確來講，希望大家幫我們討一個公道，還有呢老實說有很多人呢投資了，可能你覺得10萬、20萬很少，對他來說是可能一生的積蓄。多謝大家。好，或者楊子希又會不會補充？是簡短簡短，其實補充看一個，沒事。簡短補充，其實這班苦主呢都是呢他們其實就希望拿回一個公義，同埋他們知道其實在香港呢大概之前的信息呢，他們一路收不同渠道收到都是有成2000人呢都是參與了這個金融機構可能有投資啊，咁啊睇下，其實喺度咧都借傳媒朋友嘅呼籲咧，睇下如果有受害者咧，可以聯絡翻佢哋而家即係亦都組織有一個關注嘅組啦。嚟緊佢哋短時間會就住即係佢哋即係佢哋而家依個情況咧去報案嚇，咁啊即係其他嘅人士都出嚟一齊，佢哋亦收集曬有關依個金融機構嘅各方面嘅資料去做一啲行動。好，我想有啲嘢補充下。係。好啊。你哋換一換。好，翻個樓先，呢個位。首先多謝蔣議同阿楊議員同埋兩位議員啦嚇，都好多謝各位即係記者啦，因為記者先係挺身而出為我哋請命嘅。
我想講的特點咧，就係話點解我哋其實蝕咗咧冇乜所謂，但係咧最重要咧就係原來我哋發覺佢咧懷疑佢哋咧將我哋啲錢咧係我哋已經有曬證據，佢哋係再開一啲信託公司，再俾另一啲港香港嘅市民去仍然繼續發呢一個夢嚇。咁當時咧佢叫我哋投資嘅時候係的而且確咧係講咗係投資。貨幣啦，有曬證據，打開話俾我哋聽，投資呢一個農業啦，嚇金融啦，同埋指數啦咁樣嘅，咁我哋先至真係好以為自己啲錢係真係投資咗落去。信託嗰度有個證明。係啦，完全有曬證明嘅，咁同埋我哋真係已經都知道有曬佢哋嘅公司名嚇，證明佢哋真係咧我哋懷疑佢攞曬我哋苦主啲錢啦，就去。再繼續去做呢樣嘢，咁同埋點解我哋要企出嚟咧？我哋發覺我哋啲苦主其中咧，真係好慘，有一個媽媽咧，個仔即係個仔同佢講咗之後咧，佢媽媽聽咗之後咧，佢係即刻病到而家死咗添嚇。即係其實我哋所知嘅係有局部嘅人，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家庭糾紛嚇，都係為咗咁嘅情形。咁所以仲有咧值得你哋記者哥哥姐姐咧繼續去。去追查啊！因為點解我哋入邊係好多明星都係苦主嚟嘅，不過佢因為佢係明星嚇出唔到嚟，只要你哋一查一定睇到，因為佢哋企過出嚟做代言人嚇。咁希望大家係即係為民請命啦嚇。咁都多謝各位，睇下我哋啲苦主有冇其他補充。好，有補充嘅就你哋講。我想大家聽到一個最關鍵啦，就啱啱嗰位小姐就講咗啦，就係啦，你而家咧證監雖然係取消，即、就、係、是、要求你 A 公司即係、就是、停止銷售呢啲產品嚇、啊，就甚至呢一個話攞法庭命令 ，OK 唔俾你哋做嘢係嘛？但係佢即刻又註冊間 B 公司喎，又繼續去行動喎。咁又跟住，假如又 ban 咗 B 公司嘅話，佢又隨時整間 C 公司喎。即係嗱，點解原班人馬可以類同嘅手法喺度行騙，而我哋當局唔立即採取一啲行動咧？係咪？咁所以因此，我哋今日我都好感謝啲苦主咧，佢哋願意挺身而出，因為事實上咧，我同佢哋每位都有傾過下偈嘅。咁大家都係其實即係有啲係專業人士啦，啊，即係大家都係即係為香港社會做咗好耐嘢，然後咧即係自己有個積蓄，咁而家好似瓦子係黃連咁樣。但係點都好，能唔能夠追翻呢啲嘢咧？大家唔知道。但係佢哋肯企出嚟，都係希望話俾大家聽，唔好再有人受騙啦！啊，我希望講曬俾全香港市民聽。A 公司不存在，但可能 B 公司仲喺度 ，C 公司仲喺度，仲有更多嘅公司。唔想啊，再有人好似系佢哋 ，OK， 即系唔見咗佢哋咁即系即系嘅咁辛苦賺翻嚟嘅積蓄。好，咁我請啊，嚇吳生，即係蔣議員講得好好。其實咧就我哋呢個在座咧有好多都係做可能投資啊、金融之關，我哋對股票啊、外匯等都好認識嘅。但係佢哋依個騙局係做咩？第一，據我所知嚇，佢哋嘅源頭係馬來西亞啦。咁可能佢哋搞嘅人係當地嘅一啲嚇，唔知係據估計啦，可能一啲有勢力人士啊，或者之類，所以佢哋而家仲未拉嘅喺馬來西亞。但係咧，依件事喺台灣出現，即係兩年前到啦，兩三年前發生咗事咧，其實台灣當局已經捉咗當地嘅人，跟住最近就新加坡啦。咁其實台灣入邊咧，我都見到多報道咧，係好慘嘅，有啲真係家破人亡，個老婆買咗，跟住老公黐咗線，斬死全家。啊！大家需要我可以俾個條 link 你哋嘅，跟住係好可能，我哋可能香港人比較好彩。啊！佢哋成日話你攞啲閒錢出嚟，但係都係我哋啲血汗錢嚟㗎。咁最慘嘅就係點咧？佢哋其實佢哋係用咩咧？用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嚟介紹。嚇，跟住用埋一啲法律嘅可能漏洞，或者即係合約，其實個合約冇意義噶，因為最終根本佢哋成個就一個騙局嚇，最終執咗間公司冇咗嚇合約，係嘛？跟住啲人咁點咧？其實咧，本地個最大個老千嚇，
我哋叫做 S 小姐或者同埋佢老公一對夫婦，佢哋好簡單啫嘛，揾幾個相熟嘅朋友。嗱，據我所知，依對夫婦以前曾經做過馬來西亞嘅一啲香薰，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啊？可能好多年前有啲所謂香薰嘅，好貴噶，買啲香薰。但嗰時佢又推銷產品，唔害人，可能人哋唉擺咗幾千幾萬，攞咗成扎產品算啦，咁啊暗下底算數啦。我攞咗產品唔啱用啫，係咪啊？但係玩下玩下，佢轉依啲所謂嘅嚇。幫我哋託管去做一啲投資，講到誒，我哋實賺嘅，我哋每個月都會俾一個嚇固定嘅回報你，十八個月啫，鎖咗十八個月你就可以攞翻曬噶啦嚇。其實佢可以，我覺得佢哋根本一開始都知道，根本就係騙局。但係佢就係揾人與人之間嘅信任，介紹嚟俾我哋。我信上面個朋友，佢真係咦已經半年一年咯喎，佢都真係個個月攞到喎。但係其實佢所謂攞到，只不過係一啲。電子數字嚟嘅，因為佢話誒，還掂都好安全喎，我未要需要用啲錢喎，不如呢啲錢擺咗喺度啦。因為如果要攞嗰啲錢，其實要去銀行或者做一啲嘅過程先可以攞翻出嚟嘅。咁我哋又信我哋嘅朋友，咁咪仲有計咯。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咩咧？好啦，我哋仲留知道佢哋做緊啲咩咧？就係、是、原來嗰啲最頂嘅啊，原本有啲同佢合作嗰啲，哎呀慘啦，即係害咗我啲朋友，都已經同佢哋。不再合作，但是他們可以找到另一班又跟他們合作的，又搞過另一個了、啊、我看微信，因為我又關注你們 微信公眾號，看到的嘛，剛剛上個星期二3月6日才在澳門的 JW 酒店開一個一周年慶典，多少人在裡面啊？他們不在香港，可能他們都怕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啊、即我自己覺得可能是比澳門比較好一點、啊，但係佢哋驚喎，但係其實香港依兩三年嚟，證監只係封鎖咗佢哋嗰啲資金，仲喺度查緊。警察可能捉過嗰啲本地嘅老千，嗰兩對夫婦問過，但係可能冇捉過證據，差唔入。佢哋依兩三年嚟，哇係、哎，又做過另外一代，又有第二啲人俾佢哋洗腦，又相信咗。其實佢哋一唔係可能唔係睇香港添嘛，去香港仲有啲老鼠會做緊嘅。但可能他們轉過頭在澳門上去大陸，大陸那個重大市場是吧、啊、所以我覺得香港是一個自由的金融中心，怎麼可以被這些存在的、嗯、我都不明白是個法律上的不健全呢還是什麼呢？其實我現在心想，即是我自己呢的錢出了去追不追回一回事，但我覺得一定要在這裡伸張正義的，一定要呢給香港市民知道其實而家仲係存在緊好多好多嘅嚇，只不過會唔會接觸到你，會唔會接觸到佢，你信唔信？或者啱啱接觸你個人有冇打動到你嘅心去相信？其實依樣嘢咁同埋我補充少少，其實唔係淨係兩位嘅，即係唔係淨係夫婦嘅，即係喺我嚟講咧嚇，有 A 同埋 C 嘅，佢兩邊分叉變咗四個再開。再開其他信託公司，人與人之間，係啦，開咗好多唔同嘅公司。但係即係最緊要係投嗰兩個本地老千同埋馬來西亞嘅老千，佢哋其實仲合作緊啊！即係佢哋嘅心態就係、是、依、這個完咗，我咪話搞第二個賺喺嗰度第賺翻錢去補翻咯。但係補佢自己，唔係補下邊佢所受害嘅人啊嘛。本地四個老千嚇、啊，四個啊，有冇其他老千？可以啊，好，我請貴姓啊？姓梁。梁生。係。首先好多謝三位議員台咁多位記者啦。咁啊，希望我哋今次咧企出嚟咧，我哋嘅經驗咧，話俾香港政府聽啦。因為咧，而家咧嗰個金融法例咧，好多咧都唔能夠幫到啲苦主嘅，因為咧而家嗰個出現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其實已經搞到好專業㗎啦。所有嘅可能啲揾到啲代言人啊，係啲好出名嘅人啊，同佢包裝成一個咧又將啲資產啊點樣變上市啊，又揾埋信託啊。我諗咧，而家出現呢啲情況咧，唔單止我哋即係而家一間公司啊嚇。據我所知咧，即係香港咧，仲有其他好多咧嗰啲集團咧，都利用呢一種方法咧嚟包裝到咧。好專業，令到好多人咧都攞好多錢出嚟嚇。咁、啊、咧，我據我所知咧，希望
大家都關注到呢個問題啦。咁即係我哋呢一班苦主，咁啊令到咧希望未來咧香港政府咧會立一條法例咧，或者咧要保障翻，或者你唔好咁容易咧俾啲人咧喺外邊帶一啲什麼嘅好離地嘅產品嚟到香港，香港又監管唔到嘅。咁令到咧好多啲無辜嘅市民咧受騙咯，多謝。我哋都認為即係有必要要完善咧我哋個金融而家嗰啲條例啦。大家知道早幾日先至有一單咩倫敦金係台灣嗰邊過嚟係嘛？點解人哋會喺香港度買倫敦金啫？走嚟呢度啫，係咪？係咪而家我哋香港法例出現問題咧？係嘛？所以其實咧我就已經同證監嗰邊亦都聯絡過。咁咧，佢哋話咧，而家咧就而家處理緊佢哋 case。我話處理，你而家處理咗兩年啦，人哋投訴咗兩年啦，究竟你嘅進展幾多啊？係咪？咁你嘅同類罪行不斷重複喺度上演緊啊，係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喺呢方面啊，阿梁生講得啱咯。喺呢度嘅話，未來我哋會係一定會係集中研究下究竟你有咩事先，你間金融條例係咪真係出現咗咁嘅問題先？好，我知道有記者係。想問翻，其實咧，你邊間嘅？無線係。間公司叫咩名字？係香港嘅同馬來西亞。涉及嘅2000人投資嗰啲錢咧，其實係涉及咩產品？聲稱回報有幾多至幾多？同埋咧，所謂出事係一蚊都攞唔翻啦，定係攞翻少少？定係攞咗一部分之後就攞翻再攞？同埋所謂即係話會同佢哋報警，其實頭先聽講嘅就係已經報過警，多幾日報過冇處理到定係點樣？可唔可以講翻？回報有幾多？首先咧，佢就我哋擺咗一筆錢入去啦，咁佢就聲稱每個月都會有一啲叫做回報，咁就大約6%-8%。每個月係呢啲回報，係啊，投資呢啲嘅回報。咁跟住咧，我想要翻公司名，我哋要翻啲最基本嘅資料先，可唔可以？我諗咧，嗱一陣間咧就個名啊嗰啲剩咧，就會後你哋可以直接問每一位苦主嚇、啊。其實咧，佢哋都係全部同基本都係同一間嘅，同一間嘅嚇。咁啊，但係因為基本咧就係、是、我話叫佢哋俾啲文件影曬 copy 俾你哋嘅。不如我哋可以講新加坡邊間都唔得㗎，因為呢個係事實。因為咧，首先我哋係未報警啦，我哋有少少擔心咧，對方其實而家知道我哋行動緊，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對方同我哋講。你咪報證監咯，我唔驚你。咪揾議員咯。唔緊要嘅，咁我哋想所有資料可以俾曬你哋，但係因為我哋未報警啦，我哋驚嗰班主腦咧係有好多嘅律師，我哋唔夠佢有錢嘅。即係你會後俾翻個名字。一定會有，會有。分別我哋都會報道，都會講個名噶嘛。哦。不過我知道你哋好叻仔，好叻女嘅，因為我哋已經擺咗喺度。嗱，因為咧，我哋真係擔心律師嘅嘢，咁我要問一問議員。其實我資料全部係有曬嘅，喺曬度嘅。咁你可以影，或者我唔會講啦。嗱，不如咧，我諗咁樣啦，我哋攞證監會嗰份公開文件啦，證監同埋信託公司嘅。等鄭議員講一講。嗱，證監會嗱，之前兩年有報道過嘅。阿蔣議員講一講嗰段嗰個報道啦。就是我哋依件事㗎啦，其實。嗱，你喺呢度你可以就證監會呢個資料，你讀俾大家聽。好啊。證監會咧喺2015年11月10日，咁原告法庭咧因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喺第213條提起法律嘅程序，針對無牌投資公司馬勝金融集團。頒布多項臨時命令，馬勝集團當中包括香港持有共約2350萬元資金全部凍結。法庭亦於2015年11月6日頒布臨時命令，禁制馬勝集團喺未領有牌照嘅情況下，顯示其進行受規管活動。以及將該公司以馬勝金融的品牌名稱推廣其進行受規管活動所用的網站關閉。其實主要咧，我哋今次咧係出嚟咧，唔係淨係馬
性，而係話呢四個人我哋見到咧，佢仍然喺香港開咗其他嘅信託公司。因為馬姓呢個係個老闆，據估計應該係馬來西亞嘅當地嘅知名人士啊，有勢力人士嚟嘅。咁嚇，咁咧就但係我哋馬來西亞嘅一樣嘅嘢唔會無端嚟到香港噶嘛。佢就係揾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對夫婦嚇。即係人士啦，係啦，跟住就去幫佢咁樣推廣。睇記者有冇其他問題。OK。頭先話即係每個月仲有啲8%嘅即係回報啦。咁其實可唔可以講翻話係一蚊都攞唔到，係回報攞唔到，本金攞唔到啊？部分攞到定係全數攞唔到？本金係攞唔到，但係攞到好少嘅部分，就係佢話每個月嘅回報有嘅。攞到幾多個月？大約有啲係。一個月有啲三個月甚至冇得攞，一入就間公司已經出咗事。係啦，好似我都係五月，我係2015年五月，我差唔多即係啱入落去，跟住台灣嗰邊就知道咁嘅信息。即係台灣，你上網查一查，台灣嗰邊其實已經係捉咗當地嘅老千啦嚇。我嗰陣時想同我即係介紹人話：，喂，我想攞翻啊，但係已經係束手無策，啲錢都唔知入邊。其他有冇啲？所以我係一毫子都攞唔翻。有可唔可以講多一個案例啊？阿劉小姐你自己咧？其實咧，我哋每一次咧入嗰個錢咧，都會入曬落某個人嘅私人嗰個户口。其實講真，我哋真係未見過呢個金融嘅公司，只係每一次。因為可能是電子貨幣的關係，我不知道他們怎樣轉，我不夠專業。我們真金白銀入每一個，當時這個人他收的就是25萬5千為止一個 unit， 一個單位是一個美金計轉過去的。還有呢，我們懷疑他們洗黑錢，他們用地下錢莊轉為港幣，我哋未收過港幣，全部都係嗰啲分啊、point 啊咁樣。但係要錢咧，佢要轉一輪，跟住你先去攞嘅。其實講嚟講去都係一啲電子貨幣或者係分，我唔清楚，唔好意思。但係你話有冇收過咧？有，但係有啲人好似嗰位先生咁咧，入咗已經係。乜錢都冇曬，想攞翻都唔得。即係有啲收到一個月，有啲收到三個月。係啦，收咗可能都係喺帳面啊。帳面上。喺佢所謂個 internet 上面個 account 啊。咁如果佢冇經過嗰一輪程序攞翻啲錢出嚟，佢都可能咪攞唔入唔入到自己户口啊？仲有一樣嘢咧，我係比較關心嘅。如果你講咁樣錢樣樣啦，但係佢點解要我哋入信託公司咧？信託公司個目的係咩咧？信託公司係保護我哋嘅資產啊嘛。他指定我哋要入嗰間信託公司啊！我哋話唔要，我要攞翻錢，唔俾你唔俾就冇噶啦。嗰間公司落沉噶啦，你要唔要啊？咁真係咁樣恐嚇我哋噶喎，咁我梗係要啦。跟住咧，我哋就跟去中環一間嘅信託公司，係註冊喺香港註冊。我哋每一個都會有呢張收據，當時係美金500元3900蚊嘅港紙，每人。咁我哋仲話，咦？你哋信託公司佢講明話安全，哇！我好開心㗎，當時我哋排曬隊喺依間信託公司度，佢做都做唔切啊！跟住出咗事，我哋上去依間公司，佢話唔接納我哋。你哋揾一啲代表上到去，佢話我哋唔知啊！呢件事我哋唔知啦，收咗錢㗎喎。喺環球大廈20樓，我就唔明我哋嘅資產託咗去邊。其實之前我唔理，你係託信託啊嘛？咩叫信託啊？而家呢班懷疑嘅老千，佢仲喺香港自己開信託公司，仲非常成功喎。係，非常。係咩叫信託公司？咩叫註冊公司咧？請問，我哋有曬資料，我哋一陣可以俾曬你，相又有，錄音又有，乜嘢都有。即係俾記者問問題先。好。記者，但我想問咧，你係幾時開始接觸呢間公司，或者係點樣去透過咩人係知道有呢間公司？分享一兩個。我自己咧就係大約咧就喺2010
而家2018嚇，2014年，咁咧就我睇咩咧？我就睇朋友圈啊。咁啊，朋友圈佢講到依樣嘢出嚟，哇幾正喎！因為我本身都喺英國讀書，讀 management finance 嘅，咁我都估唔到，哇咁正！咁我去聽下啦。咁嗰個人就帶咗我去聽，但係一個問題就係佢冇一間指定嘅公司嘅。其實我帶埋一啲朋友做警察嘅，佢都係苦主，仲有一啲退休處長講埋俾你聽。跟住咧聽完之後，咦唔係喎，又有知名人士喎。喂 ，OK 喎！如果真係大家係夾粉做生意，你又可以幫我投資落金礦，我哋覺得我有去新加坡，我仲同新加坡某一個主腦影過相片，我都以為係真嘅，就係咁樣咯。咁我自己每一個 unit 咧就係入25,500，我入咗七個，咁我回報我收咗嗱，如果係2014年啦。應該是年中，大約是暑假7月，那我收了幾個月，我事實是收了幾個月。2015年的6月，有這間公司的人跟我說，喂不行了，你加碼吧。當時我是開了兩個而已，兩個戶口，對不起，當時2014年的尾我是開了兩個戶口，即是大約50多萬、60萬，但因為該公司的人跟我說，喂快點加碼啦，我們完啦，沒有這些計劃啦，第日上市啦，玩股票啦，那我股票我不玩了，我自己都不買股票。那跟著我就加了加多了5個 account， 差點想叫媽咪入，幸好我給回我媽媽。那我還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件事很對不住我的朋友的，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是退休教師，他有很多錢，他信我，跟住佢入咗之後，我係分享呢件事俾佢，佢自己都去睇過，佢再去分享俾佢另外一個朋友。但係呢位老師已經過咗身。今次我哋出嚟咧，我當然想賠償啦，但係賠償唔到嘅，我哋都要討回一個公道咯。因為有好多人家破人亡，咁繼續係點咧？點解嗰啲人仲喺度揾緊錢發緊達？我哋仲知道佢住豪宅，開間公司仲有一年賺咗好多錢啦，已經。不過喺澳門。咁有啲係香港註冊嘅，佢而家仲有一間信託公司係自己佢哋開嘅，咁俾我哋知道曬，仲叫我哋個會員裏邊入去佢嗰度嗰間公司度做添。我哋都有相啦，有日期啦，可以俾大家睇。頭先咧想問下你，一開始即係開咗兩個户口，就大概50,000-60,000啦，之後再開多五個户口，冇錯，幾多錢啊？嗰度25,500一個，一個即係100多萬。因為佢一個 unit 嘅係講美金嘅當時。咁但係即係你係收咗幾個月前啦，冇錯，我大約係冇咗150萬到啦。如果我個人，你收幾個月錢係收翻幾多錢翻嚟啊？我真係唔記得，但係我知道係每一日每個月都有回報嘅，每個月真係有。係入落你自己銀行户口。係當時係因為太多嘢咧，同埋咧，我又想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咧，就係、因為差唔多佢哋出事咧，有一個人師君佢打電話俾我，佢話將所有嘢要 delete 曬。我真係 delete 咗，但我就好多謝我啲大家會員啦，大家合力揾翻呢啲記憶出嚟，因為3年啊，其實3年可以變好多嘢咯。咁但係我事實有一張正本嘅信託公司，我的而且確仲有信託公司裏邊咧，好清楚有我哋嘅股份有幾多嘅，一定有嘅。所有嘅 database 咧，全部都係信託公司俾嘅證監局、證監管嘅。證監會咧答過我，我而家咧直接揾到一個叫 Matthew Lambs 林先生，但佢講明錢未必追到，我唔知點解，因為我唔識。咁我哋而家就係希望有 noise， 即係有依次你哋幫我哋記者會，希望喺嗰班人裏邊知道我哋其實我哋想做一啲嘢，我哋想俾香港市民知，甚至我想話俾呢班老千聽，我哋一定要佢出嚟交代。或者誠於知法，我都唔知點講啦。總之我哋要佢交代冇同我哋講嘅嘢。咁我哋會報警啦，因為我哋有曬佢同佢見面嘅時間啦，佢哋嘅相啦，因為我冇 delete 嘅，全部都係監察到佢影相。嗰位記者係咪有人？明星係嘛？我可以話俾你聽係你會成日見到噶啦。電視藝員。名人啊，名人佢係個名字，我哋唔方便講，我有佢嘅資料，係中外嘅，
台灣又有金融界的。嚇！你買嗰個產品係邊一類型嘅產品啊？先至話咁大。呢一啲主要佢俾我哋嘅，主要就幫我哋玩貨幣啦、農產品啦、貴金屬，呢啲都係佢影俾我哋嘅指數啊。佢喺主要就先講應該係外匯嘅。外匯嚇。就係攞我哋啲錢，攞我哋啲錢玩外匯嘅。外匯市場。香蕉園啦，佢哋都係咁講。不過呢件事咧，聽翻咁多位苦主講咧，其實咧有一啲金融界嘅名人咧，其實我覺得某方面咧，你幫人哋做宣傳又好，你唔係話真係賣廣告而賣廣告，而係真係咧因為你嘅宣傳而導致咧好多嚇、普通香港市民信嚇、信，所以咧就我覺得即係各界名人，你金融界名人、政界名人、娛樂界名人。當你去牽涉到呢一啲咁嘅投資產品啊，我覺得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可唔可以講翻其實即係涉及最少個人碼幾多？最多你認知嘅？最少都一個單位。我唔係，我見初頭我未入嘅，但我見到好多會員俾我資料咧，10,000蚊美金最少，但係好初期噶啦，我諗我係未入去嘅。最多你接觸過人幾多？最多我唔知嘅，我諗。其實佢頭先講，但如果你哋講話最多唔知嘅話，點樣可以計得到係有大約同埋10億係點計出嚟嘅？我哋頭先係計大約，大約。其實咁講啦，最多咧，即係據我哋估計啦嚇，即係因為有啲會比較熟啲，應該有幾百萬港幣。嗱，因為頭先阿 Carol 都講啦，佢50,000，我都50,000，我係70,000嚇，我啲普通市民嚟嘅啫喎，唔係有錢嘅咯喎。咁你話10,000蚊美金，佢最基本入場費啦，嚇10,000蚊美金即係講緊70,000-80,000啦，100,000港幣啦，係咪？咁你拉埋我哋計條數好簡單，因為你2,000個人，你每人平均500,000港幣啫。其實你嗱有幾百萬，有100,000，我哋拉500,000做平均啫，咁咪計到出嚟10億咯，十幾億咯，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嘛？咁嗰2,000人係點樣？因為我哋嗱，第一，我有 list 噶，佢有 list。第二，我哋頭先講過啦，即係兩三年前佢出事，要我哋將全部原本託管俾佢哋做依啲投資、保本投資嘅，佢哋話要轉曬做股票，跟住咧就叫我哋咧強迫我哋要去依間咧喺環球大廈20樓依間信託公司開一個信託。咁啊，每人仲要俾多500蚊美金嘅，你計下，2,000個人500蚊，而家又甩多你100幾萬啦，港幣可以係咪？跟住嗰度在場人士，我哋估計都1,000人，啊！但係有好多唔知噶嘛，有好多根本都佢係靠咩啊？佢唔係靠一個好central， 即係一個網頁通知你話喺邊，佢係靠人與人之間去叫你嚟開會，你明唔明啊？咁有好多根本唔知道，有啲大陸添，可能嚇，即係我哋淨係講香港啦，唔好講大陸啦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幾保守嘅。我想補充就係，其實唔係佢淨係靠人與人嘅，佢係直頭係即係嗱，因為點解我最清楚咧？因為我啱啱開始嘅時間咧，嚇佢呢個師君啦，相我都有嘅啦，嚇不過唔方便俾曬大家。你一陣間可以俾大家睇會。咁啊，呢個師君同 A 君咧，咁我連即係而家好呢個快乜嘢都好好，即係嗰日影相嘅嗰個日程都喺翻曬度。佢嗰日係咁樣同我講嘅，咁啊攞曬呢啲嘢俾我睇啦。佢直情喺個電話度掃咁有曬呢啲嘢。跟住關小姐，你就投資呢啲嘅啦，貨幣啊、農產，幾好喎、啊，呢、這個投資唔錯喎、啊。咁跟住因為我係做培訓嘅，所以我唔係好方便啦。因為嗰個叫我 list 咁唔係好方便，咁所以我就整住啦嚇。跟住佢就話你可唔可以借個培訓中心啊俾我啊？我就叫啲啊，即係譬如你哋真係叫啲人分享下，咁真係投資呢啲又幾好嘅喎、啊，唔錯。咁所以我有曬 list 嘅，嚇咁佢上嚟咧，因為呢個消防條例啦，嚇每個人入嚟咧，首先一定要簽名先嘅。咁所以我哋計過咧，差唔多有2,000個會員，而我哋每一個人嘅户口咧，大約咧係25,500,000，係咪？平均都係為咗25,500,000。只係初初10,000嗰啲咧，佢就係即基本冚人入嚟嘅啦。咁所以呢個投資咧，我絕對相信佢而家咧，我哋都有證據，佢係仍然繼續等嘅。呢個我哋非常之憤怒，即係換湯不換藥咯，穿過第二種名義。仲係有啲苦主唔肯行出嚟，即係話喂唔知得唔得啊咁樣。即係我朋友直情醫生嚟添，嚇佢唔夠膽行出嚟嚇。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即係今次咧知道之後，係希望即係唔港人咧真係睇清楚呢個係咩人嚇，經即係點解佢仲可以繼續容忍佢哋可以繼續行騙？幾時報警？
我哋等議員去幫我哋安排，因為睇下中間會唔會有啲人出嚟同我哋談判咯。其實呢四個人咧，仲繼續努力緊喺度分沙咁樣去，好食啊嘛，繼續食。唔好意思，即係你哋未必報警。唔係會報警，一定要報噶啦，因為我已經咧就同將個情況咧已經同警方反映咗，我話呢一個情況係好嚴重噶 ，OK， 所有亞洲嘅好多地區都已經執法啦，點解我哋香港仲未有行動咧？咁係嘛？咁啊，咁所以咧我就將有關資料已經俾咗保安局嗰邊嘅警方嗰邊噶啦，咁然後咧我就安排佢哋要夾時間一齊去。Okay? 因為我話你哋冇可能一個個咁樣，喂，我哋係嘛？你起碼咧，你哋有主要嘅 ，OK， 講得清楚問題，你有一班人一齊去報咗警先，係嘛？咁然後咧，就警方就可以按照你哋講嘅情況嚇，即刻睇下點樣採取行動嚇。咁誒，即係盡量咧睇下點樣可以騰一個大家聯合去做啲事啦。東南亞咁多地區一齊要聯合去瓦解一個咁大嘅詐騙集團。因為我聽到我係好傷心嘅，因為我知道咧，就係幾十萬、幾十萬投資嗰啲人，我覺得佢哋先至係最係真係，即係呢個真係捱翻嚟嗰啲錢。OK。頭先講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嗰啲即係股長，係咪即係其實同一個公司名定係同一個？同一個公司。韓國都有嘅，差唔多國際性嘅啦，呢、這個新聞，所以一定交代到俾。但係好似馬來西亞係未有，都未咁執法。韓國都有嘅，日本都有嘅。可唔可以補充啊？可以。好。有關資料啊，阿 Trace 有關資料，你而家派俾全部。我想補充下咧，點解我哋會咁多人或者個金額咁大咧？因為咧，佢同我哋介紹嗰陣時咧，係同我哋講緊報換嘅。呢個。佢有佢有。頭先話咩？佢有報換。10% 咧，我哋即係唔一定嘅，其實都唔一定嘅，因為佢會有上落嘅。咁我哋都算，但係重點就係保本咯。即係你放錢喺銀行，你冇諗過會蝕噶嘛，因為佢同你講係保本。咁但係而家公司都唔見咗，我哋即係唔知可以做啲咩咯。但係仲見到呢四個人繼續開其他公司。好恐怖啊！當然啦，我哋話啊，梗係啦，你哋自己信人啫，或者乜乜乜。但係因為咧，我就相信咧，有時咧，當你唔係親身經歷一件事情咧。即係我哋咁樣睇就係覺得啊，點會你俾人呃咗㗎咁？咁但係咧，當你睇到呢件事，你譬如好似劉小姐，我見到佢好精明嘅喎，一位女士嚟嘅。咁點解佢都會受騙咧？即係所以咧，整個行騙手法一定好高明嚇。你話保本，但係講每個月6-8%，即係有咩產品都回報，每個月有6-8%。佢足唔係啊？佢足夠可以俾到我哋。佢搜出嚟嘅時候係講咩咧？外匯啦。農產品啦，有香蕉園啦，有唔知咩樹啦，跟住咧有啲礦啦，跟住有啲指數啦咁樣，金礦啊。同埋如果大家咧，你哋玩開外匯咧，外匯上落好大嘅，可以20%+嘅，其實佢派6-8%好少嘅啫。係，咁外匯可以上落好大，點解你哋又相信呢個係一定會保到本？因為佢就係用我哋嘅心，好似朋友咁。啊！分享俾你聽幾好啊！跟住佢仲有一啲知名人士，唔係頭先個係做顧問，我先信喎。其實我想補充一下咧，就佢哋有搞呢啲嘅所謂講座啦，嚇老鼠會啦。咁咧就佢哋會引述咧一個外匯網站嘅數據，嗰個叫咩名啊？嗰個叫 FX Book， 你上去查下。My FX Book， MyFX， 跟住 BOOK.com。好啦，原來嗰個網站咧會將一啲嘅外匯公司喺依個全世界嘅外匯市場做投資嘅時候，佢會 record 到佢哋嘅，即係會記錄佢哋嘅表現。咁咧可以睇到啲 check record 嘅，即係睇到佢過往幾年嘅記錄嘅。所以咧，佢哋做講座嘅時候咧就會俾我睇數據啦。佢哋每個月穩定嘅都可能賺到譬如10%、20%，咁啊分6-8俾你，佢哋仲有得賺，即係呢個係幾合情合理係嘛？感覺上都 OK， 但係咧我啊可惜我投資之前咧冇做到盡職審查啦。我投資完之後，我後屘諗下，咦係咪咧？好似頭先嗰位記者朋友問係咪咧？跟住咧我就 send 個 email 俾呢個買 FX Book， 佢覆嚟我係佢點答我咧？就話。
其實只要那間公司它有一個叫 MT4 的系統，它可以自己製造到數據。原來它就是自己可以製造的數據給這個 MyFacebook， 跟住就跟人家說、我們有第三方的證明，我們可以做到有個新血功能嘛。因為你要給這麼 高回報，你一定要新到血的嘛，你都要能夠有能力賺到我們才信你嘛，就是這樣了。咁後屘都有查嘅時候，後屘就一連串啲事件終於都爆曬煲啦，所以好明顯，這個一開始就有一個騙局，其實只不過係包裝到你哋會相信佢。啱啱地講啦，譬如阿楊生咁樣咧，佢係都係呢方面嘅一個專業嘅啦，投資即係有時呢一分析金融啊呢啲，即係有咁嘅可能，即係分析完之後係呢個係可能性嘅，係有啲咁嘅嘢嘅嚇。只不過咧就呢單嘢咧。就即係真係佢哋完全係證監冇 approve 過佢賣過呢啲金融產品，而佢哋就咁樣賣，即係仲慘過雷曼，係嘛？雷曼嘅話都起碼 OK， 即係證監批准咗佢賣噶嘛，係嘛？咁最多咧就話你賣嗰啲嘢唔應該咁賣嗰只 OK 嚇、但係證監啊，但係你依個嚟直頭你證監冇批你，你都去賣，賣完之後繼續逍遙法外咁都得嘅咁樣，係嘛？Yeah. 继续开展这个公司。You want to answer? Or you can answer in Chinese. No, I need English. Yeah. 都系信任咯，信任。Just based on trust.Yeah. How is the company still operating now? Still now? Yeah. Can you explain how? I need an English bite. Okay. The same land is not exist. Okay. The original company is not exist. But the same people are still doing similar things. We can, because some people a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top guy. Okay.So, I'm just thinking, many cheaters, they can just change the package and then sell to cheat others, okay? 食安啊？點算人啊？唔夠 quorum 咩？我哋點解隔三年先到？因為同佢傾講數啊嘛。係，因為我哋係想等佢哋，即係佢哋已經報咗證監啦嘛，證監又調查中啊，幫佢哋出頭啊嘛。咁而佢哋咧就亦都同嗰邊講緊數啊嘛，係咪？究竟點啊嘛？咁嗰邊唔係唔玩啊嘛，佢唔係話唔玩啊嘛，而家實公司手頭緊啦，遲啲俾你啦咁樣，唔通你即刻告佢咩？啱唔啱啊？係咪？你諗下亞視啊 ，OK， 明明冇人工出，都幫佢翻咗咁多次工啦，係咪先？啱啊，翻咗咁多月啦，係咪？啱啊。咁所以而家咁個情況，即係而家咁個情況，後來即係覺得越嚟越唔對路咯。即係啲朋友都商量咗好多次㗎啦。喂，究竟點啊？報唔報警先？報唔報警先？咁而家出現嘅情況咧，就係證監就係咁㗎啦。佢又調查到啦，好似證監咧根本就係好似冇乜力咁樣喎，最多話 ban 住佢，唔俾你買啦咁。咁你之前買咗嗰啲嘢咯，係嘛？之前你個詐騙行為咧，啊咁呢單嘢就唔係證監啦，呢單嘢咧就要交俾警方啦。咁啊，既然係咁嘅話，咁我哋咪即刻要俾警方去查咯，係嘛？但係即係你睇到咁鄰近咁多地方人，都警方都出曬手噶啦。我哋警方仲唔去查？我今次已經打電話俾保安局，話你好查添啊！你真係 OK， 仲話亞洲金融中心啊？你變咗亞洲金融犯罪中心啦，就嚟好啦。好，好，大家具體可以問個別啲，你哋個別幾個人身體可以做？